很多人问我，未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我想了很久，我想做独一无二、勇敢超越自己的我。偶尔无助沮丧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、不够好。每当我疲惫的时候，我选择回到梦想的精神里。我相信自己，我找回初衷，找回勇气。若只有事业，我的生活将会是如此的苍白，且苍白的让人无力。若只有梦想，我的未来也将犹如夜里空景，且深幽的让人害怕。我不愿意做人，一座城，一身心疼。我只愿一群人，一股神，一些狂奔。我追求进步，渴望超越。除了我，谁也无法抑制我成为更好的人。而我必须同时拥有专属于我的美，跟登峰造极的事业。国泰时尚达人，工作与梦想，我们一起前进。My lifestyle, my Cathay life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代表展业中部区时尚达人许婷宜。读书的时候，我是个学生，同时也是兼职的模特。毕业后，我是彩妆专柜的柜姐，同时也是兼职的模特。在国泰的日子，我有自由的时间，赚取足够的收入，让我无后顾之忧地拥抱梦想，成为一个时尚的模特。说到时尚，我想在场的各位女性都和我一样，只是爱漂亮。也许大家对时尚的定义是走在时代的尖端，而我个人认为时尚就是高贵而不贵。也许是适合自己的服装，穿搭在自己身上都可以展现出那份优雅与气质。不好意思，而在我心目中的优雅，就是进退得宜、行止有度。人可以不漂亮，但是不可以不优雅。也许是一条丝巾、一个领带，又或者是一双适合自己的高跟鞋，都可以展现出那份自己的品味。很幸运，在国泰实施业务员提升计划的时候进入了公司。除了给我们完整的教育体系及工作环境，更提供了领先业界的资讯服务系统，让我在最快的时间掌握了客户的需求，认识了不一样的自己。现在我身边拥有支持我的客户，还有一群追逐梦想、一起奋斗的同事，一步步达到了工作与收入的成就。今年，我更安心地拥抱自己最大的梦想，终于买下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工作之余，我旅行、露营、爬山、美食、下午茶、画画、插花，偶尔来一场惊艳自己的拍摄作品。这样美好的生活就是我的日常时尚，让自己活得漂亮。在这边，我要感谢国泰给我这么非凡的舞台，让我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样子。也谢谢我的中部区部给我这么强的团队，我的无敌后盾。更谢谢这些日子陪我一起支持我坚持到最后的每个人。工作像蚂蚁，生活像蝴蝶，让我们一起工作与梦想一起前进。我是时尚达人许婷宜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们的时尚达人的分享。